这很有必要这种来上一下，因为家庭教育之中这种不可能像说的这么多，这么这种还挺深刻的，这种的话让他们边学边游戏。我觉得今天这个课程收获特别大，了解到了我原来没有了解的东西，知晓了原来不知晓的，我都觉得这个课程都是非常系统的，而且又是很科学的，那么它都进行一个贯穿了。我原来很多东西自认为自己是比常人要清楚的多，那么听了这个那个教课那个以后，我就感觉到啊，真的自己其实懂得并不多。Yeah.